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13集的节目。我觉得我好像很久没有讲"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几个字啊。那有时候其实我想要更轻松的去做节目，但是呢，只要这个台词念出来，好像我就忍不住要稍微正经一点点啊。其实我平常玩玩具的时候是比在录节目的时候要更加随性的。啊，有人可能已经在说你已经够随性了，我都不知道你平常怎么个随性法。然后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是魔方推出的致敬巨腕铁皮造型的一个产品，非常好玩。我直接了当的说，这是一款以拼图作为概念出发的变形设计里头，这个应该是到了我目前玩过最厉害的一款，那记忆点也非常的强。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包装盒啊。动作很十足，他的名字很有趣，叫做 Ken。然后我在想，如果是救护车叫六，对不对？这个最近街霸不是六已经有发布一些新的图片嘛，大家也是很期待。虽然我的手指已经玩不了格斗游戏，已经完全僵硬了，但是呢，上网看看网友们对战还是免不了的。那么这款铁皮的话呢，很不错啊，关节的紧实度来讲的话呢，做了恰到好处。那这个腰身的话，以往魔方的玩具可能会比较偏松，但这一款的话做得相当的可以啊。它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卡扣啊，从这个地方能把它给扣上。那么配件也是挺多的啊。首先的话，我做个几个简单的展示，像这个张开的手爪。那其实它还有很多啊，像是这个手掌完全摊开啊，还有握住啊，还有一个这个是像是侦测器啊什么，这个都是很简单就可以替换的。我们随便转一个换下来啊，如果你想换这个。啊，就拔叉而已，非常简单，拿掉啊，我们再换一个，啊，整个是手掌，这样完全摊开的。然后这个是侦测的一个，不知道是雷达还是对讲机，应该是插在这里没错吧？说明书是完全没有提到这些东西是怎么配置的，我觉得，啊，大家完全可以看你个人的喜好来做一个摆放。啊，对了，还有附人物卡，那人物卡也是印刷得非常漂亮。那其他还有一些。小配件啊什么的都是手掌类居多啦，手掌类居多。我先，这个把它换回去常用的手好了啊。各位等一下看看照片就知道大概有哪一些配件了啊。手枪啊，握的也是非常的紧实，这样掐住恰到好处。然后倒角处理非常的好。那么这款铁皮呢，人形的话几乎吧啊，就是后面来讲可能有几个地方小破碎。那手部的后方。由于变形的需要呢，零件拆的比较多，背后这一带确实是有点小小的吹毛求疵啊。其实正面来看它已经很完美了，我必须说这款玩具做的均衡度是非常好的，甚至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给大家讲解它的变形。然后它整体来说的啊，还有一个替换脸，换一下脸好了，这是一个愤怒的一个表情，头抬上起来之后，从这个地方啊轻轻一拨呢，就可以把它脸给拿下来。那我们还是给它换上一张普通的脸好了啊。这个铁皮好，那么可动的话展示一下，手臂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二头肌也可以转动，手肘弯到90度，拳头当然是可以360度转动的啦。头的话呢，球形关节，腰身也可以转动啊。往前面啊，这里还是有一个这里往前低下来的一个关节。脚的话呢，前踢啊，它这个地方设计有点有趣啊，你看到没有？它这个裙甲的话呢，会自动的啊，由我们大腿去做一个带动啊，挺不赖的。那这个膝盖的话，就是这里有点可惜啊，没有一个过渡的一个感觉，然后这个脚有很好的接地性。那我们来进入这一款 Ken 的变形环节，它的变形的话呢，有四个地方需要特别去注意，那有三处都是集中在手上。第一个的话呢，是它的手部是这样子的情况下，自然下垂的情况下，把这个拳头呢给反转。啊，这是第一个需要特别稍微死记一下的地方，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地方是哪呢？把这个肩膀移上来之后呢，这个肩膀的话呢，啊，看上去呢，好像是我把手给拉出来，其实不是，是把肩膀往上退啊。这个感觉的话呢，啊，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这个地方要把这个缺口呢，这个缺口给弄出来。胎尾的话呢，它必须要帮我们协助我们收纳，一个凸出来的一个部位。那第三个要注意的地方呢，是把小臂。后面有两片部件都给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呢，把里面的蓝色部件呢都给翻出来，到这边再盖过来，这个地方做一个简单的合并，啊，这个会形成它的一个车窗的部分，啊，这三个地方呢是要特别注意的，啊，也就是说呢，这三个地方的话呢是比较
不会自然去发现，因为其他的部件呢，几乎都是你只要对红色的面包车有熟悉，你都可以自然的把它给变形到位。再来，我们把这个地方给打开，整个打开之后的话，这个部件给翻出来。接下来的旋转这一块，啊，这是它第四个要注意的地方。好了，到此为止呢，其他的部分呢，就是尽量的把它的部件通通给打开了啊。那我们就顺着它可以开的地方呢，都把它给打开。这个地方，胸口两侧可以打开，整个的给翻出去。好，翻出去了啊。整个翻出去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把这手臂的话呢，就顺势的把它给推下来。推到下方之后啊，这里就是松动关节啊，顺势把它给压下来。那我们就把这个什么水蓝色的部件给转到外侧。那这里是有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在这我们就把它给先给扣上。那么这里也是一样的，转过来把它给扣上去。好，到这头的话呢，就摆成这样就行了啊。那我们把车尾巴这块部件给解决掉，它的内部的话呢，还有两个部件，再把它给翻出来啊。这个铁皮的话呢，其实它的整个变形是很有电影玩具的感觉哦，就是赛博坦压缩技术。那我们刚刚提过了啊，这个就是肩膀往上提之后露出来的那个缺口啊，它就是要收纳这一块凸啊，这一块凸这样过来会刚好可以卡进去。如果你没有把肩膀那个缺口给拉出来的话呢，啊，这个地方会凸出来，就没有办法完成变形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车顶盖已经算是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变形腿的部分，我们先把脚的话呢，前方啊，不对，这一侧有个盖子把它给打开，打开之后整个这个部件可以往上提上去，内部这里的话就给分开了啊。分开之后的话，我们先做什么呢？把脚后面的这一块盖进来，脚前面这一块收进去，再做一个动作，我们先把这里给做完好。你看到这一侧的里头有翻出来一片，然后它的前后又各有一片，这里再推出去，后面还有一片再给翻出来啊。所以我说这个玩具它是非常的就是利用拼图的方式把自己给包起来。那这里的话待会再扣上去就行了。我们先变形它的一个腿好了，它的这个脚掌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先把它回到这个脚掌情况，这个地方推出来，然后我们你看哦，这地方推出来之后，利用这个灰色部件把它给转上去，这个部件再推过来，然后怎么做呢？把这个脚尖翻过来之后，这块部件卡过来到这里，到这边，啊，看上去呢，好像不太容易记住，其实它很容易的啊，其实还蛮直觉的，我只能说真的是蛮直觉的。那么这一侧一样，可以变形快一点，把这个脚前面这个部分给打开。打开之后翻出去，这块部件就让它往前面去了啊，它都没它的事了。然后呢，我们中间这一片跟里面这一片就可以分开。分开之后，先把这块收进去，这个地方收过来。这一侧也有三块部件翻出来，主部件，再把前面一个小部件跟后面一个小部件都给翻出来。好，然后的话呢，这个车子的一个侧边的话呢，就越来越明显了啊。那先不组合没关系，我们先看这一侧这个部件，把它给推出来之后。这个部件可以先翻出来，然后呢斜肩翻转，请那个翻转180度，再这样过来到这里。好，到这边为止的话呢，两个腿这样靠过来，先把它给做个合并好了，这样子让它的玩具的一体性更好一点点。好，那最后就怎么做呢？把这个前后啊，这里都有一些简单的一些小组合的一些卡扣，都把它给扣上去啊。前后啊都是有一些咬合的，我们就把它给咬上去吧。该咬的就该咬了啊，咬怎么写啊？然后呢，我们就这个好，前后的话稍微捏一下啊，差不多就快完成了。然后这个部件翻出来，这个部件翻出来，然后我们把这个前后啊这里把它给扣上去，这里的话呢一样可以咬合，把它给咬合上去，这里是一样的啊，前后的话做个简单的咬合，这里也是一样，都给咬合上去，最后把这个板子给放下来啊。那这个记得把它给推平，这样下来推进去。好的，那么我们这款这个魔方所推出的这一个红色面包车呢，取名叫做 Ken 啊，会 Hollywood Ken 的 Ken， 就完成了它的一个从机器人到一个红色面包车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关于它的载具的话，刚刚的那些配件啊什么的话呢，比较可惜啊，都无法跟它的车进行互动啊。然后呢，它也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轮胎是橡胶胎啊，这个地方是可以把它给拿下来的。
那玩具的话本身有一定的滚动性啊，一定的滚动性，但是呢没有说达到非常的好啊，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变形没有很完整啊。那么它的塑胶本身还是尼龙啊，非常的偏软，那外形的话呢很完整，那这里的话呢有时候会稍微有点凹进去啊，因为你就是尽量去做一个调整嘛啊。然后裂缝的话呢虽然有，但是密合起来的程度来讲啊，除了少这一块之外，我觉得大部分来说啊，都算是比较高分数的密合。那当然没有透明部件了，因为它整个就强调是一个尼龙材质。那在整个变形的过程中呢，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压力啊。特别是从人变成车的时候呢，我觉得更加的简单，因为几乎你只要能够把这台车子给想象出来，它所需要的一些部件，你都能够在翻转的过程中呢，找到下一块应该要翻的部件。所以说记忆点是很强的。除了说就是手臂，我刚提过有三个变形的要点是在手上，一个地方是腰转，其他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整体来说呢，这一款 Ken 的话呢，我认为是一款非常非常适合用来把玩跟观赏都是两相宜的啊。是什么东西？哎，我就是觉得奇怪，怎么有一笔东西啊？啊，刚提完话，就它是一个放在桌上来讲的话是很不错的小物啊。那变形的过程，我刚一边讲解一边把它完成，大概也就差不多5分钟，啊，是一款非常成功的小比例玩具，个人的话算是比较推荐的。各位行有余力的话呢，把它带回家啊，相信不会让你吃亏的。那今天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